大海又退潮了，又来赶海了。刚一下来发现一个海螺，我猜应该是个壳，我瞅瞅。哇，是个肉，这个咱收了啊，这个好。哇塞，发现一个海洋大对虾，这个厉害了啊！我的妈嘞，这个特别的好吃，回家收做个勇猛大虾。哇塞，快看这个小梭子现在干嘛？哇塞，张了两个大夹子都要夹我，你好凶啊！回家不给你蒸了它啊，收了它。又来一个张开凤，哇塞，这个好，回家炒个辣椒特别的好过瘾。哇塞，走到沙滩上竟然发现了个这个，大海就是好呀！想吃海鲜自己找啊，这是个大海葵啊，这个回家煲个汤。哇塞，太好吃了，收了它。哇塞，这又发现个大海葵啊，我的个天哪，这个大不大，收了它。哇塞，这是蒜头葵，特别的好，点个红心加个关注，直播间等你。